干故意的哦，干来乱的哦。那我们本机按进去按什么？一个，你点内容进去，然后把内容那边截取起来，然后左上角那边有一个装置管理员，也把它点进去，然后拍显示卡跟处理器给我。你说电脑，然后里面有个什么装置管理员啊？电脑按右键内容。啊，我进来系统了。好，你先把那个拍给我。哪一场上课啊？上课，对吧？现在不是翘课，他上课。现在不是翘，现在我不敢再翘啦。我们老师说我要是我想要毕业，剩下到毕业前我都要去啊。啊，老师真的这样讲哦，可怜了，是吧？我这一拜已经翘两天了。没事啦，岁岁平安。我已经连续三天没有去。这跟岁岁平安有什么差？有什么关联？这个吗？对，然后那个两句是傻笑，难怪你电脑那么脏。我去一下厕所。哦，新的一路。然后那个左边有一个装置管理员，你点进去，然后把显卡拍给我。你是哪个装置管理员？左边不是有装置管理员吗？点进去，然后把显示卡那个拍给我。哦 ，GTT3。お前ら死んでいる。好，传了。讲叫了吗？有。有看到了。很烂哦，烂死。你电脑会当是因为你记忆体太小了，记忆体只有两 G 耶。怎么看？看得到？你第一张图片啊，那边有那个已安装记忆体啊，只有两 G 而已。啊，记忆体要升级，很贵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没有啊，机体现在一直很便宜啊。可是他那个是 DDR3 的、欸。好、啊，那没事。看一下 DDR3 还没有货。有啊、欸。DDR3 还货、欸。BBR3 什么挖哥、啊？就记忆体的规格。啊，你怎么看到？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挖哥 ？CPU 都可以看啊。CPU 处理器那个。啊处理器靠背啊，干嘛？处理器什么、啊、？Intel 那一个？哈，我真的听不懂在公司在想。你第一张图片那边不是有处理器靠背？处理器那个型号下去查，它就查得到你的 CPU 是要用哪一个基板，然后哪一种记忆体？哦。啊，所以呢？我看一下有没有救啊？你的电脑啊？我以为是看了一片看太多，它才会宕。Hey you！ 有13，有13 1240可以用是二手吗？我看一下。13 1240 CPU 型号。干就不行，干都在海外，鸡巴！干鸡巴哦！女神，有人在哭你耶！林，林扎熊，所以
还有救啦，因为我现在电脑也是你这个主机版的。哎，我电脑那么旧了，还有救？有啊，怎么可能没救？我以为他老了不理。没那么废啦，好电脑。老了无力了，所以我现在第一件事情要换显卡吗？哎，不用，不是显卡啦，处理器啊。我觉得你可以先从你的处理器跟记忆体下手就好了。它处理器很贵吗？找二手的就好了。啊，有没有500块以内？有点难。哎，500块以内哦，我看一下，好像有机会。i5 2500，我现在这个 CPU 540了。啊，好啊，可以啊。啊，然后读大业之功以后可以当工程师。不行啊。然后机体如果8G的话是888块。单价才1300吗？嗯，八九十之间。啊，对，这两个换完电话会差很多吗？会。啊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礼拜六会回，我礼拜五晚上会回彰化。哦，可是我们要下去哪？约吗？不然我们约礼拜日啊？约吗？我在想啊，干，可是我20号才领钱。哎呦，有名煞星哦！哭啊！你们怎么看影上路啊？白痴哦！奇之呼吸70肺炎，干，那个名字有病！死诺出而刚不准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啊，牙数哎！哇，100万钻金的牙数。我是720，我才100万。我那时候我们这有200，我们这有200。你要教训他、啊。我是720哎、欸，你要教训他、啊。不然你是720啊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不然我电脑梦包去给你啊，都可以啊。好啊，我包去给你好了。奥德赛亚素，这个造型感觉很臭哎、欸。每次看到就很丑，不要歧视人家好不好？没有，他是真低丑，真低丑啊！哎、欸，阿水，那两个换毛会有什么明显的落差？你可以跟我说一下，我想听实体。你有什么端金酒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走啦干，走啦干！我机体从2GB变成8GB。它只是升级了4倍，它但有差很多啊。有，你刚才2G，你那2G的效能应该比手机还烂。你两 G， 我跟你讲，你现在那个作业系统，它最低需求就是要2G，可是建议的话是4G。燕姐要先走啊，走。就有抓得到吗？来，勾得到啊，勾。我来交闪了，啊靠！没戏，好，没戏，没事，没关系啊。哎，难讲哦。怎样？你又想怎样了？来再来回头啊，回头草。哭。你看，白痴哦。他没插眼呢、啊，啊，有搞头、哦。我只在乎我的 Q 还会不会自己射出去，应该是不会啦，我都换一个花束了。好啦，多打一点。哎、欸，阿瑞，你在想什么？处理器变得有什么差？啊，第一把运算会有差别。So shall I？ 所以玩中它就比较快嘛。哎、欸，对。啊 ，A 片看太多 ，A 片看太多，它为什么会挡？机体太小了。机体太小。这是机体太小，是机体太小。都有啦，都有。刮爽没看点点点
还在等点滴哦。以前压住不到一整点。那是打法师脚啊。所以他现在可以过两波。娘嘞，看你在线上很鸡掰耶。干嘛？新版打法。现在韩服的打法、啊，知道啊？干妈的龟儿子哦！这个普攻会有那个闪电的声音呢，不是不是。我帮不了你哦。我也帮不了你，我被推线。要不会死吗？直接走吧。破破鸡巴干。他去吃上河蟹，他明正他在吃上河蟹哦。好，有本事就来 gank 我啊！我有本事，我有本事啊！来，我帮你放点，看我这個，可以。好的装头不是只有我帮你 gank 啊，我还帮你放点。真的哎，这样你那边 gank 那个压力。哎、欸，你九桶全造型？没有，还有两个。啊，圣诞节那个有吗？有啊。我没有那个什么潜水蛙人跟什么乡村农。啊，潜水蛙人是要买的吗？有啊，要买啊。那啊不买。那很旧的造型，就没有了。没造型，其实。为什么其实旧造型不会最美，不是吗？干那个真的很丑。啊，前的不是可是他是你最爱的角色啊，丑你也要，你也要继续爱着他。喜新厌旧的，老罗说了罗志祥，笑死，感觉很好笑，靠腰，这才是我们认识的友人。加入需要我的 help 吗？干妈，我就被吃掉了。你们打起来吗？打起来就放灯笼，在这里，我包头。来啊！刚好也多了。来、啊。好啦，不要再哭了啦，鸟。哎、欸，你当家，哎、欸，我跌了，黑了不？好了 ，table 了。那换我龙了。别，还有点难哦。别叫！哎、欸，我没魔了，没魔了，乖！干，我怎么没杀掉？干，一德要冲我小。干，我们还抠到哎、欸。干，我不该打，那个兵线太。我唯一的希望感觉是放松。没有帮我是对的，你要不得对啊 Oh my god 新的一路 Celestial Realm Away 帮路要帮忙吗？我就等他路上来。哭啊凯、熊在上路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来四等？哭啊！那个熊也来四等哦。对，真的吗？那是你们等级升太快，不是我升太慢。懂吗？哦，少等呢。哎、欸，拜拜。我怎么说不？是一个不会打野的废物。第二人，都怂还是的？照来说，我应该要五等哦，是吧？而且我怂那个小也是，所以我们两个很烂，双废。什么意思啊，凯？
干，还有水晶鞋，我还想说为什么我晕到它马上就解开了。哎、欸，熊在上哦。好。我看到。大概吃河蟹。加入下去，下路了，加入，下路，下路。看到没有，我这个眼位。Darkness be gone。因为我是带错符文吗？我帮上路搞头吗？还是你觉得我不用帮？先不用了。先不用，那就是直接回魔。哎，我打。你这回魔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高。你要打？他有模仿血哦，我现在没有伤害啊。算了，那我再刷一波。哎、欸，没运到就别了吧。什么意思、啊？我拉掉了，好，你下路。有人可以带我。我没魔了，我没魔、哦。他肯定会上。没魔。等下，先等他。可以拿掉。好吧，再见。我在等他封墙。嗯。到底看你凭什么打我？哎、欸，干脑残哦！投你死了。干 ！Oh my god！ 新得。脑洞。哪里？哎、欸，干他被关，他被那个三娜又杀起来，一往前，干真是好无敌。那三娜要出什么？伤害。后、哦。他是要出冰锤是不是？他要出智慧末日呢，那个亚叔。有搞头。他要百万九头卡。哎、欸，看你是怎样的状况下才会击飞啊？对不起，变成红色的时候，酷啊！啊，蓝色会击飞吗？不会吧？不会，蓝色就是很痛。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？干！不要说什么。你最喜欢什么颜色？我最喜欢你内裤颜色。我都知道啊，学起来了没？我喜欢粉红色啊，那是处女颜色，没有啦。要不要自己讲一讲，然后就没有吗？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好，在那边装。哎呀！我帮谁啊？不是要帮下路了？哎、欸。放下吧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别啊！哎、欸，靠腰，他那一下，他有大呀，他有大。啊哈 ，AD， 你这爪子脏。接手你上，不可以预言。我靠腰！好了，我决定不帮他了。那他让我失望。哦，他点你们呢？哦，胆大包天！
还敢带点蓝啊？敢来吃这个？你问了，你可以来啊。I salute the fallen.你在幹嘛小？他到底在幹嘛小？他到底在幹嘛小？看不懂。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他不点我们，我们会点他哦。真的哎。干你娘，怕人哎！哎，那谚语怎么讲？哪一句话？怕人怕鬼嘛。哎。装傻，好了，掩卫布局完了。你哦，哦，哦，干，可以啊。等一下，电视等到一点，我们才开始。二十二。北七。他想去哪里？他没有交 TP 哦。哎、欸，熊啊！走了，再走了。不行，我死了。好。他们要持续吃什么？不要啦，干！我哎，干下去了。好哟。耍废了一波。没有要打那个，怎么看都打不了吧？对啊，那个就不能打，那个就只能乖乖跑。Next game better 了。看你是 TP 吗？对啊，应该是哦。感觉我跟电池打真的比较好。对啊，干妈的疯子鸡掰！干啦！不用怕，来第二。可是我被下点蓝了。我帮你多打点伤害吧。这场是点不点的问题哎。无法。啊！我要被小兵打死了。干！他出这个啊！干，我那个一定要先提的。我不先提，我如果不先提，我就没办法靠被动回血。我如果不用被动回血，我就被小心打了。哦，这个勾，勾要准备用吗？挡不住了。其实我不是在捶你，我只是这样讲而已，不要担心。那我等一下连你一起争取。扎小啊！可以。哦，闪掉！谁他妈还在打？我操！对地好乱。哎，现在政府等到一点五秒出发了，就不用那边等他那边。感情进去。哎，怎么样，在你面前起兵？关系就不这样用。先打后面那只吧。好啦，我靠呀！答案不出啊！哦，你为什么呀？答案不出来呗，靠背。哎，
disassembled by force. What? Ah! 我被你等到了。哇！等到场，进进去。不追了，我要去中路了。小朋友，那有点强啊！这边有鬼！一幺三，一幺三。我们那个 AD 也打起来了。能打吗？敏三。啊、好吧，我救不了你。那个我死掉。等一下不？我觉得是 AD 在错。是啊。因为我觉得我前期一波电个下去，他应该直接要走掉。直接把我后面后排小兵全部吃掉了，干！就是这边，早知道，那你摇摆了，摇不到啊，该干掉过来。哎，是怎样？操，哪来那么多鸡？先搞牙是我会吗？不要打、欸。都看影，看影最肥、欸，看影跟、欸、没事，两个都一样肥。没有啊，亚速已经高，比较难高了。看呀，收到 AD。AD 还没走。AD 闪现。没有打，没有打，我刚没有打，打我们就打，我们就打。等一下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我回家，回家。有我打，我打。要挡起来！我死了！挡起来！哇哇！靠腰啊，被击飞不能开啊！你要在他击飞你之前就开了，不能等他击飞再开。啊，投了啦！靠飞啊！哇哇哇！早就该投了，早就该投了。干这一局我懒。然后我要捡橘肉瑞，感觉要放他脚啊！我说到做到啊！好，开玩笑的嘛？没有，他说没有，所以反正我也不会被死。没有，展开头瑞，好，哈哈，啊，开玩笑。有人等下去上课的吗 ？Hello， 林，那个呢？哎呀喂！我不用啊，不是，我晚一点啊。干什么？我不用。是不用还是晚一点？你有提示我。我晚一点啊。啊，那个呀，会记棍呢。他要上课。他会上啊。哎，哎，哎，开始。我来玩昨天那个怒魂流，发什么牌位啊？铜牌，铜牌，干铜牌像白金的，那个蓝，那就跟那个小小鸡女，哎、欸，小虾米像大金，每个人都蛮有打不好的时候。虽然他们都打哦，没有，他赢二而已，靠腰。那、欸、那
了，然后所以我看那个人要选什么？他上路啊。嗯。他要上路。对啊。那你不是没抢到没？哦。啊，达瑞斯。哎，不，你不能抢狗啊，那就是我抢狗。你要看我一直还是很快？都可以啊。还是你想要抢狗？应该不可能。我不会抢狗啊。DC。还是你要看看我用这一支玩枪狗，干不要啦，白痴哦、喔，笑死，仔细来靠背，够了吗？够，还是要看我一折，我看一下我还是。还是玩凯特琳，都可以啊。啊，你可以不要玩那种海鲜吗？怕打输。你要不要选是摩甘娜？妈，对啊，你选拉克斯不选摩甘娜，从这边看到有选拉克斯的。可是我不选。哪里有啊？摩甘娜，摩甘娜比较反。我觉得摩甘娜比较反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拉克斯就还好，拉克斯你大没开到他没差啊。而且拉克斯要会玩的人才强，不会玩的人就垃圾。对啊，对啊，你就是不会玩的，张明生就是不会玩。我拉克斯不会玩啊，可怜啊。我没有说不会玩哦，是你呛他的、啊。那我呛他，我就呛，我知道呛他。哎、欸，刚那是上路哎、欸，哎、欸、那是 AD 啊。哎、欸欸，他上路哎、欸，笑死。哪一只？那个上路哎，达瑞斯哦，达瑞斯啊。姿态点燃的达瑞斯。谁？对面那只上路谁？乱乱悍马乱追。就刚刚的伊德哦。我看他什么？哦。打进去说：“嘿哟哦。”啊，又见面了。牙看200万，两百万专精牙是，让他知道。Who's your daddy？ 没有错。Who's your daddy？ Who's your daddy？ 啊，你是中路哦。看白痴哦，你是中路，干你娘！那是战斗狂哎，不扯哦。干，今天跟昨天都没下雨，会不会礼拜五突然下大雨？不知道，有可能。妈的，我礼拜五要回彰化。赶快滚回来！干嘛？你现在很想我是不是？你礼拜五也要回彰化、啊，真的假的？对啊。所以明天没有人上线了、欸。不是啊，我晚上就会回来了。哦，切。啊，礼拜五去吃饭啊。可是我礼拜五晚上回彰化、欸。白痴啊、喔！那你早上回来啊？靠腰，早上回去，我爸妈不在。你应该帮佑瑞修电脑。我不用，我不用。他妈的，你们这些电脑白痴才需要干。那你看修佑瑞啊，修佑瑞修干吧干，哎干、欸、你打死啊！干嘛自己心声讲出来好不好？操！我反同啊，我反同。你有去公投吗？佑瑞？公投？对啊，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资格啊。哦，那时候还没有资格是不是？哎、欸、我投了没？嘿哟，那、啊、你投什么？你是不是投？是我投反对啊！是吗？啊，我也投自己的，我们两个都投了牙齿剑。我一直以为，你知道我刚认识燕姐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他是同性恋。我妈啦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时候刚进耳机，燕姐每个男生的屁股都会打。哎、欸，那索纳是上一场的谁啊？不知道。打他妈的死！应该是吧，被我拉上路啊！哎、欸，可是达瑞斯打菲欧拉西，不太好打。跟你打，干靠他家全家老母，祝你晋级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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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哦，趴派趴派趴派，哦哦哦哦哦哦！哎、欸，你们这样都没打出去啊！干，打给我们看干嘛？没有、啊，底薪。干嘛干嘛打全兵？就伪兵啊！5.1 哦。近的兵线不能动啊！一样啊。知道了。这近的兵线动了 ，support 动了就爆掉了。你不动，我不动。没事，他们要打麦子。哦，兵线进来，兵线进来，兵线进来。我来看他士兵。哎、欸，他漏炮车。漏炮车，漏炮车。漏了。注意啦，漏起来。哎，那个对面打来，完了，靠我这。我在演。掉吧！哇，差一点点，好了，不够长的困扰。不是，是你太短。他不是的，干。这很短，我的 Q 不够短，不够长。那我是不是被改攻速啊？靠！亚瑟好像被那个符了。因为这版 AD 真强啊，没办法。加速没有，不是跟 AD 登场没关系，是他的数值不知道哪里被调。我没有去靠右。是我的错觉，是酒桶有被改，是 LOL 今天的lag 的。LOL 最近都lag 的。我刚才玩 GTA 也会 lag， 是网络问题吧？刚刚究极吐我一下，然后过了大概0.5秒，我那个血回来了。没有啊 ，LOL 最近都lag 的，昨天就怪怪的了。真的吗？嗯。昨天是滑鼠在哭我，哎，我不知道。在下河道。有看到，我有看到。三角。看到。还要吃这个吧？我来走了，我还有一段。已经吃掉了。不要打我，我已经戳他一下，还没反应。嗯？干，上吊。下路不用发号，不用。我担当，干你娘！给他个 good。这干嘛、啊？来，动。加点来了。干嘛啦？妈的，你没百万专辑。哥，好妖。可以吧？可以，我点的是。中校，对，有饼干呐。我不要地方最近过干。お前ら死んでいる。
水哦。水哦，他漏炮车，我们没漏。我干，好痛哦！我 recall， 他可以一套秒哎、欸。Got more inch back in. I know how you feel. They are going to be afraid. 这么威猛，有病，有病哦！你别 hold 住啊，我来了，等我吃完红吧。我去龙区插个眼哦。没事啊，我第一件装出来应该就不会那么难打。嗯？对面装过应该扣下。你要来吗？没啊。要干？没事。我先刷这个哦。啊。其实我觉得很烂，很烦啊，他很烦啊。哇，好呀。我走了。好，你要找大河道哦。他应该马上就会把血吸回来。吸个血，嗯。对，他血满了。两个开大，开始哦，开始哦，两个开大，没办法，被抓掉了。哎，屁啦，这样都 Q 到，好扯哦！我站在三只小兵中间，哎，请各位跟他打台风，我不要死，十秒到啊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当路，好，往下路。刷完这个河蟹，马上过去啊！好。不是河蟹啊。看，出来了。李信没上，吉亚娜在这边。看，我妈的，差一点钱。他刚才在那边丢我一个大，然后就不见了。他大绝丢完了，他救李信才丢二大。这个城这一层拿就走了。Righteousness, a splintered shield that I will shatter. 这里我单挑只要有先大到他，我就不会输。
好的。干，知道。那我爆车了，我看到了。哦。就是这。不要哭，闹钟。我来了，加入。哦。中路这样呢？好妖！到底是怎样啊？要打不打嘞？加入来了来了来了，要就赶快打！干，有人到后面。大家在上左呢，好不要。佩欧拉怎么来中路了？哦，干！哎，佩欧拉来了，佩欧拉来了，他们五个人都来了。你要顶他？不要，人很多啊，干！干！我都上去了。你才说不要？不是啊，人很多啊，自己都说五个。哭啊！感觉可以先顶他，可以先秒啊。知不知道啊？可以啦。但至少我知道补防备。My flaws are a badge of honor。搞什么？来不及。可以拿嘞，那个。完了，不知道、啊。我每次要去上 gank 的时候，然后干，每次都 gank 不到。等我一下哦，看我现在要走在，然后他们的两边还在，我人都在中下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帮中，不知道帮下，然后两边我都帮不，两边都帮不到。我要吃对面的蓝，这波可以靠我。你好大，加入可以打，这里没眼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没有没眼，你都没办法放，没眼。右头右头右头，我要打那个。自己抽。剑推推吃龙，不推也可以啊，直接吃。好，推推啊。蒂亚娜，八秒钟，上面李青石啊，哦、不是李青，蒂亚娜在旁边。哇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装补装补装。好了好我看到了，金雅娜在这里。好，换掉一个，可以。哎，下路站就不对了吧？他直接强插、啊，干！哎呦，那谁？你去下没用啊，干准备打烂。不会好不好？有他掉换线了吗？他四零零哎。哎、欸，他没有吃哎、欸，他来一个。哎、欸，三角。
我死了。好，你赢过了。你们俩在上面应该没有，不会有打不赢飞欧的、啊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他们也换去了，他们也换了。生加油，人生加油。能努力了，能努力了。你在楼顶哦。倒还是太痛了吧！死了！他是五三下，哦，那把他当儿子在打、欸。那李轩秒了，你们 hold 住，小心点，先不要死。再靠，被他 Q 到，没死也是炸惨了。好的，好的。Ready, Johnson。来，是谁走光？好扯哦。AD 没动态了。快收、哦。这边没有了。对了。这样就知道是谁来戳了吧？他只能退游戏，能退就退房间。笑死！是我看错了，没有，他直接退了。可怜，我操！可怜啊！一三零，嘿哟。可以吧？对。给你一个机会。我面对家里，知道吗？开家大牌，他没有打台湾，就专精打瑞斯。他连头像都是打瑞斯。真的哎，他从骨子里散发出满满瑞斯的感觉啊！看到我就躲。64万哎、欸，他拿的是百万专精也不远了。他拿的是手术刀啊，不是斧头啊。他是石斧啊，我有杀戮模式。石斧，干跟鬼一样。七零的要强哦。对啊，他 always 单机耶、欸，单机的表率、欸。700、啊。他有打团啊。他有打团，可是重点是他连助攻都没有哎、欸。不服啊，瑞兹。他所以现在是怎么样？所以现在。为什么的花束滚了会自己往下滚呢、啊？怎么了？所以你要打喽吗？啊？没有啊，就上课。是可以打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是房长？因为你等。干，我怎么是房长？好啦，房长给我。你他妈，你给你不就你就不就挂机了？干、啊。房长给我啦，不用怀疑。给你，然后你挂机。现在谁是房长？你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！啊，房长给我了。不要闹了，不要给他了。给他，我们就不要开始喽。对，你要我吗？没有啊。太乱了、喔。太鲁小的啦，看不出来哦、喔。踢出不来，干。欠踢。啊，去上课啦！啊，不然我们去张昌找你啊。好啊。不要，不要，好远哦、喔。我讲讲，我随便听听的而已啦。啊，不然走去。哎、欸，我还没打字，干。走啦，吃饭啦。吃烂啦，干吃。啊，你不是要上课？假瞎笑。啊，敏生不是要回台，不是要回彰化、啊？靠腰哦、喔，明天呐、啊，白痴哦、喔。啊，明天吃饭啦。明天晚上啦。约啦。我要中路哦、喔，我先说，我要上路。
走啦，右瑞。干嘛？走去哪？下班。交啦，干。干，喝啊。再交。干，人家人就叫派。我来玩忍者。那我来玩魔兽。不要啊！干，忍者超贵的哎。干你啊！鸡巴。忍者贵哦。早上。我跟你讲啊，你现在在打喽，你根本不会去学校，你有你在唬谁啊？我吗？对啊。没有，我打回去了。你觉得你不会？感觉不要赌。我不要，我根本会赌。就是他前几天还跟我们说他要去上课啊，啊，结果他后来跟我们说他没打，不打电竞打了，干我们都会开始。但你娘不两件。哦，你在打 GTA 啊？是假假。昏迷，你来了。那你们在打到怎么在 GTA？ 爽啊！没有啊，你要看我旁边这个啊，正在玩什么啊？这知道了。你要看我实况，现在在实况什么游戏啊？我没玩过熊哦，谁可以教我？你来了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我不会玩熊。有一些火攻。看到。拜拜拜拜。拜拜。他竟然要走了，他怎么走了？不明显。他要上课哦。干啊！你不用哦。我六点多才要出门。假假，大家要打龙吗？假你老布啊！那你就叫我假剑吧。假你老木。假你老假假。雷霆至尊比较帅吗？三个。好，我拿雷霆至尊哦。没换到。没关系啊，就那个黑色的。我不会玩熊哦，自己水阳够细腻啊。我就是塔下了，不出去了。温泉塔。要不直接挂机？温泉塔下了，不出去了。直接挂机比较快。嗯。干，乙烯好，乙烯超正的。怎么又是凯隐呢？臭家门。我打谁？塔特给他。我为什么要带强攻啊 ？A 三下吧。哇，这怎样？你居然有买金雕哎？有啊。谁？我肉凯撒。干，那雨蟹奶超平的。嗯。敢不敢跟我讲那臭鲍鱼 C 哦？臭鲍鱼，臭鲍鱼 C。为什么国栋会讨厌他？啊，就公车啊，有什么好讲的？哈哈，公车不是啊，彰化出来的女生有百分之多少不是公车？乙烯是彰化人吗？不知道。不是啊，你不能说每个女生都是公，你不能自己上不到就说别人是公车、啊。我说趴数好吗？有几趴不是公车？因为彰化就是一个八九镇嘛，所以八九没死，你啊八九没死，八九都嘛这样。阿生，你要去找大甲妈妈今天开跑。不要，好远了、啊。不用啊，我们不用去大甲妈，去那个什么？去民权就有了，好不好？白痴哦、喔！你想看那个吗？109年那个民权那个民生欢乐杯啊！大乱斗，欢乐杯，对哦，真的哎、欸！我去年我去看、欸、我开个店，我开个那个店。他去年直接打到那个打到那个永乐街里面那个市场里面的，饼干哦，你妈的！打下就打到，当警察都塑胶了、欸。不是啊，动这分警察都受干涉哎！不是啊，感人妈的完全没有把警察放在眼里。不是啊，彰化的警察就是拿来装饰用的，你不知道吗？那就是一个装饰品。他那把枪也不会拿出来。台湾才不能开枪嘞！对啊，开枪开一发子弹就要写报告了。看来要找流氓警察，跟损耗过多一样要写报告。对、啊，可怜啊！可怜啊，组长！可怜啊，组长！可怜。组员一直在说好饿哦，组长，我可以吃东西吗？然后我可以吃损耗吗？然后他妈每次都要记损耗，然后还是我在记，操 ！Where's the tone？ 然后晚班组长就会问我说，为什么waste桶里面那么多东西，可waste表上面都没有？关我屁事哦，关你！你就说我他妈怎么知道？我他妈怎么会有头绪？就像你，就像你那么肥，我怎么会有头绪？你为什么现在这样盖？都在打我都不懂啊。可是我打凯隐不太好打。
干很丑啊，滚！干拉姆斯，拉姆斯打上路有够难打的、欸，很难打、啊，超难打的。本来就很难打，你怀疑？我打他又不行啊，打他自己会痛。对啊，你只能玩人马那一种的，一直回血的那个才会强。哎，痛！我是一只熊。对面上路没站点啊，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插眼啊。我这个木斧，哇塞！一只熊，你就不要退，我要回来了。CS Go， 哦 ，CS Go， 久违的 CS Go。经过了半年，又再度踏入这个坑。你都玩死斗还是玩那个、啊、休闲、啊？死斗啊！对，我也都玩死斗。那个拆炸弹的、哦、好玩，我最会玩。死斗就可以无脑乱杀，对吧、啊？不会，我都会玩、欸。干，可是当你如果是最后一个，你们队最后一个的话，全部镜头都会转到你这边，压力又大。哦、也是啊。感觉拉姆斯在我这啊，拉姆斯在上河道啊，哎、欸，拉姆斯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靠我腰炮车卷烟，哎、欸，干，哎呀，被闪巢，没有一个人帮我，干，其他给我一探的进攻，哦，从一破瓦西干。可以吗？感觉不行哎、欸，不要、哦，感觉就上路跑线，走了啦，走了，从这里啊，从这个路线，上路跑线了啦！哇，干的疯狗哎、欸，疯狗流哎、欸，不行啊，我过不去啊，我这兵线很多，我过不去哦。不被抽了，我靠，干他还要打哦。不要、啊，你们打不赢就不要那个了、哦。干我们狗腰哎！有一只小马驴，我从来也不骑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，一击即砍尽。我手里拿着小利剑，看很溜，很会唱。这哭啊！这样都能捡一。我靠！白痴哦，怎么可能会漏？我完了，我死了。没事。不要这样想，会。哎、欸，上河线没？哎、欸，他没闪。干，死战也能死。干，小刀早知道闪现，操！哦 ，CS Go。哎、欸，来，还是没人啊，我就死了，知道来哪里？哇！好，我声音好大声。给他走！好，小心！干你老师，不够长。干嘛？干的乱乱啊！不够长哦。哭啊！喷闪现。哎、欸，干你啊！卡了，一直叫他jungle了。jungle在这里呀、啊。jungle 不来帮我。jungle 是谁啊？我啊，怎么样？老师你啊。啊，你就要玩好一点啊。你是说一直弄那一种？我没有说啊。而且他大绝屌扛我、欸、他大绝出来我的大就被解掉了。
干掉康哎！哎、欸，一啊，可惜了。干嘛啦？冰都不吃，冰都不吃。哎、欸，熊很好玩哎、欸，人家现在说他被那个。改烂，他说是改很烂，没有，是真的有点烂。不会啊，但是他因为他击伤很高，他前期很强，然后后期就真的是一块肉，差点躲掉，可以。拍谁？拍谁？刮时间。拍谁？拍谁？啊，我刮时间啦。我先抢。我先抢。好。啊，这条歌吼，你可以靠我这，上好我进来啊。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。可是，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他真的有一个韩国瑜，他有一个正念讲的对。你知道哪一个吗？我听不到啊。你知道韩国瑜他唯一做一个讲话，他什么？他没做事啊。有啊，为了中华民国，我不惜粉身碎骨。干，那不是那个。那个议长吗？对啊，你看，就这个实现啊！哎，也是真的是粉身碎骨。他已经被人民的法锤偷的粉身碎骨了。我什么事都没做，为什么要把人家底下来搞我？可能造型太帅吧，就这样，不要那么帅的造型。有观点啊！哇，冰箱把我拉住，超霸气啊！我什么事？我明明什么事都没做，还要来罢免我？就是因为什么事都没做，才要罢免了、啊，干哭啊！阿小，闪现，同闪哦！说啊，小不用出去，然后他还闪现。哎、欸、哎，干、欸、靠腰啊！他原来他是 support、哦、靠背嘞。我以为达瑞文 support 嘞。太难了。也是醉啊，当作讲笑话。干你娘，建议！哎，他还送我？干你娘！他妈的奸恶！操你妈鸡掰！他为啥要送回来？不知道，等我懂。干你老死跑车！哎，把他抓去！他有意识哎。好，所以好了。你啊，跑真小了，你是在招啥小啊？你是在招什么小叮当？你搁招一届？你搁招一届看麦？电缆？哈？我谁？哎、欸，那乌龟到底是怎样啦？一直狂住猛住、欸。我四次都是他要在他身上。可是他也十四次啊。乌龟跳。妈的，你来你就继续住哦！操妈的，反正你卡特还不是零十二，我操！T B， 点掉，哎、欸，对，冲他小啦，干嘛啦？干你啊！真惊啊！真惊啊！你搞定，击败。我跟你讲，不要走。哎、欸，是卡特哦，卡特哦。我在走，他跑了。登来！哎！干你老师！干你老师！屁！击败！干，走都不让！哎！会出事吧？完了，出事了！干，没 Q 到。你等等一会儿会被那个打到，奇怪，要看手机，他妈在哭我哎、欸！看你鸟，原来我们家中路在哭我啊！而且那个线你还不推掉，到底是我还把你推掉啊？你要感谢我，不然你等下过得痛，你得过得痛。没事了，他不痛。
那太北了啦，532哎、欸。我太难了。然后 AD 拿到桶。你得过得走。我太难了。我太难了。人民的法锤来了。点爽没？你他妈你是打爽没？他卡了，等一下。打打打打打！只是我没大绝，那行得通吗？哦，哎、欸，哇，差一点。啊、被撞，他怎么上 Q？八蛋，干嘛、啊？哦，他被 W 弄掉了。哎、欸，操鸡巴！哇，他直接吸起来、欸，哎，我的天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哇，哎、欸，抓他干嘛？干白痴哦、喔！干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抓！Hello。啊！不要再闹了。喜剧哦，喜剧天王，白痴！为什么全世界的恋爱都是一片？上消。干，那个support差一滴，我就杀掉了。哇！这个口气看来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有在干嘛、啊？全世界的恋我都是一遍，我所有的委屈化作小演员，我笑的都……他把你丢大了，丢不到啊，感觉会走。我太难了。是给他烧死，烧死！干他点燃了，几万死了。I'm coming。他点燃了、啊，哥。手里剑。他没大了。我没有大、欸，他没大了。我也没大，干。完了。哎、欸，干！啊！Q 歪了，哎、欸，那个 A 中路往下了，他没到、哦，那我不要杀杀看，哎、欸，有人在我们家、啊，哇，没人救得到你，还是你比较快，还是我比较快？没有，他比较快，啊，我死了，啊，没抓到，哎、欸，完了。我来了 ，Hey man， 有我，干你干你别等来，好你 ，Help 啊！我被撞死了，干你老师，走，输呀，走，你个走，你个走，这边过来几百的。开烧！你们要小心卡特哦，我没事啊，那种路。那我更没怕啊，他是拿了副段。我要审中级。闭嘴啊！吵死了！妈死假假！哎、欸，你今天经济没干嘛？嗯，谁？哎、欸，问你哦、喔，你们经济的男女都很正常吗？还是有乱加公司的迹象？啊，小啊。啊？有吗？哪绿怎样？看你要剪鱼。你的绿茶是真的用茶包泡的那种泡的吗？没有，你们是茶叶啦，一定都用茶叶啊。不可能茶包的牌子。现在没有人在用茶包了啦。饮料店用过茶包了。
你说肯德基啊？那是肯德基啊。肯德基又不是专做饮料的。看起来蛮像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干嘛拉走？管他。对啊，等下搓啊。撒泼还搓。哎、欸、，TP 啊，我没 TP 啊。我应该走了。大声笑吧。哇，死了。哇，他大绝了。啊啊啊！我没R啦。CD 啊。妈的，我赶他走，没有 Q 到，我干！让他补补，根本补不到，操！搞他，搞他！对对对，就这样子，歪了，歪了，歪了！赶他走了啦，靠边！没有没有没有，赵爷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！我拉傻包！你这样子我不知道怎么帮你。他闪现了，干！然后你还收掉，可以。我不想重置了。被打刷死！我赶快丢手里剑嘞！哦，如果收那就赚了。怎么样？你打不赢啊？你觉得你吸不起来啊？我派克！干，好废哦！我操！我操 ！What's that？ 我短 ！Oh my god！What's that？ 好了，我要投降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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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都他妈十八分钟了，他跳连装还没满，靠！哎、欸，我有时候那个任务有二十几分钟才破。他十八分钟有第一阶段还没出来，你要跟我开玩笑吧？干他大！他是还没变可以放的野。哎、欸，卡特刚在哪里啊？哦、在哪裡哇，嘴爽没？走。我跟你讲，拿出管家，我管。不知道，越高越就到。看看你 CD 太快了吧，36%。小熊上去。红伞。能打吗？有戏吗？啊，没戏了，没戏了，百戏脱棚啊！猜中啊！虚实的放没了，阿根，我要走了。少了一个 commander 啊！就你啊，就你不知道在冲他小在那边打 CS 过啊！干！干！达瑞文不见哦！达瑞文不见哦！你们要干他太累了。那艾希根本就没办法射他。我看到艾希射他，然后他自己在扣血。要死我！感觉有点无解。还真逼眼，还真逼眼。哎 ，What the fuck？ 我死了。我没死，站住你！我没死，我没死，老死了。我太难了。干不行啊，打不赢的。干嘛？看一下这我看到了。不是啊，我被脚上康特，你不能这样讲啊。
被屌坑欸，魔豆是打不赢那种刺客的哦。你就把他，你不要把他。哇！你把他想成坦克。不是哦，魔豆这种斗士他没办法打坦哦，不是没办法打坦，他能打坦，但是他没办法打那种，没办法打那种刺客流的。有没有人啊？打了我一刀你就死了欸，一刀欸。好啦好啦，下一把 next game 啦 next game 啦 next game 啦，看纳姆斯太强，纳姆斯那种角色是很奇葩欸，他只要一直在那边 OK 然后就把你打死了。 S 假假你要我吗？我在打欸，跳出来，我会打很久，跳出来CSGO 跳出来不会被扣分。对啊， CSGO 跳出来不会怎样，都打极地战好啊。你妈呢傻小。好啊，我最后一场啊。好啊，都这样啊，每次都这样啊，干你娘，都要这样就对了。你不要等我，不要等我，干你娘，干你娘。射我！有没有搞错？射我！看我伤害竟然还第三高了。什么？不要等你，快点啦！不要乱笑啊！明天我就不在了，你要珍惜。赶紧点啦！我最后一场啊，剩下等我回来的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连格瑞娜都还没有登录哎，干！还要等更新哎，你娘的！你娘鸡巴！我看一下，今天10:12版本出来不是吗？靠！阿卡利，前几天来更新过，为什么今天要更新？操！你今天更新过了吗？还没啊！我说前几天不是在刚更新完？啊，今天10:12版本没。我太难了。昆明在哭。这更新了，等我一下好不好？我跟你妈了。干，女武神被移除了，哭啊！看来这一季联盟战旗就注定是金牌了。干嘛？又不是套路，就只有一个。不要，我只想玩开了。看我现在专精最高是凯尔，不知不觉凯尔就变最高了。更新要更新多久、啊？已经快10万了。哇，海克斯夜曲。哇，太难了。我靠！我海克斯夜曲可以用买的，吓到我。怎么可能可以用买的白痴哦？你以为在哪里？美服哦？你以为哦？哈，你以为哦？哈，你以为哦？哈，你以为哦？
哈，好可爱啊！对，快十万了，快十万了。我现在代币只有一而已。不是啊，因为我怕我等下会来不及哦。啊，你反正就是在胡乱。现在这就是笑话。贾克斯，再遇到我，早真的会来。发现我已经打赏阿福了。贾克斯，再见了。谁在讲话？靠腰，怎么是你在讲话？看呀，谁？打阿福啊！蹦！耶，我怎么换手机在这里？开环手机啊，还想走啊？手机啊，
干上课不上课，在那边开手机，干都要毕业了，上课。啊，你干嘛去学校？对啊，去学校干嘛？学分啊。啊，不是已经过了，干嘛？哎，我们老师，我们之前有一个人啊，直接统测完，跟老师直接请一个育儿假，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那个毕业典礼，干都要毕业了。啊、他前面就你前面旷课不能太多。啊，谢谢东北啊，你前面前面刚课已经过了，干嘛？哎，我们老师，我们之前有一个人啊，直接统测完跟老师直接请一个月假，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那个。干，人家没有回应啊。谁呀、啊？是回应啊。人在录音哦，但我会吓死。都录音。有鬼、啊、都快载好了、啊，学校电脑有点慢啊。都快载好了，干认真，干不是吧？你最好是不要载的比他还要慢哦。80%，81%。他是载好我再更新就不一样了吧？对啊，谁进来？没有，他跳了。他出去了。他讲干话，听。啊！Hello， 85%。啊，这正常啊。15分钟打一场阿福应该可以吧？打不完啊。可以啊，十分钟就可以投降了。啊，你要打的话干嘛打15分钟而已？干，那我15分钟就下课了。那你还玩？靠腰！你在哭哎、欸？宰路就来，不知道多久了。可以啦，来得及投降啊，不用怕。对啊，当然如果太快我解决你。有种子还当场赌博吗？当场什么？来燕姐，燕姐，你现在来彰化，你现在来台中载我，我们两个人去赌他。啊！启动游戏。哎、欸，太慢了啊！还没好，还没开，好飞。干，我还没好啊！干练呢，不然你们打，不然你们打了，我要去打那个。你看，又在哭，又在哭，又在哭了哦！你又在哭了 啊！啊，你们要等我一场啊！我只有15分钟啊！赶快进来啊！什么垃圾？赶紧过来！网咖剩15分钟啊！网咖剩15分钟！你把学校当网咖了、欸，我的天！所以我说那个什么振兴消费券怎么抓下来啊？7月15日，振兴下来，7月1日可以预购啊，7月15日就可以。干你娘，还要花钱，操你妈！那要先花1000块啊。对啊。要花钱。丢垃圾。那我先花1000。花一千拿3000耶。啊，你说很麻烦吗？啊，你那个屈臣那个周年庆满万送券你都拿了。哒啦哒哒啦哒哒哒，靠背啊，笑。哒啦哒哒啦哒哒哒。干，平均那边真的超像网咖的声音的，超像网咖的背景音。欸，为什么我看这边在维修啊？你们会吗？没有啊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都打开跟我说在维修？你跳回去主页再跳回来。没有，我刚刚说维修，然后用户端就自己关掉了。没有，这你已经打开了、啊。还是现在换格瑞娜又在哭了。哎、欸，西域牛仔又出新造型了、啊。对啊，伊瑞利亚跟珊娜。伊瑞利亚造型不够多、哦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他是在维修哎、欸，伺服器状况。没有啊，我们没有、啊。没有哎、欸，我这边正常啊。
完了，换人被哭了。没事啊，那我放学回来再玩好了。可啊。啊，不，哎、欸，好了，不然，我很快啦，我今天去跟别人去点个名，我就回来。那干嘛去干？就点名啊，白痴哦、喔。干你啊！我没有，我今天是本职上我自己的课，我是翘掉，我只是陪别人去了。哦啊，一定是女生，那一定是女生，男的啊，怎么样？爽啊！干，好可恶、啊！女人肯定是很重要的，那一定是女生，那男的不会这样。Girlfriend？ 啊，我在学校都没遇过他。我也在学校，干、欸，我也在学校没遇过你，好不好？干，等一下那个啊，哪里遇？我今天不会去。我都是在那个哦。什么胜利楼啊？啊，你是在斜坡上面旁边那一栋啊？对啊，对啊。啊，我也是啊，很挤哦。啊，奇怪，我什么都没遇过你。啊，你几楼？我都在六楼，不然就八楼。啊，我在五楼、啊。靠呗，难怪遇不到。啊，我们五楼没啊，超多的，干每个都穿的跟你。我知道啊，三楼也很多哎，三楼也超多的。啊，你就裤子脱下来一张，就哦 my god！ 三四五六都超多的，三四五六超多的。七八九都是老阿嬤的，因为校长是在那边。干你啊！我在八楼啊，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校长是不是在八楼啊？没有，校长在九楼。啊，九楼。你们教官是女生的那个吗？好像是吧。我其实是根本就不知道教官是谁。你知道我们有三个校长吗？我不知道。干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在读屏东。所以我要休学了。我要休啦，干我已经休了。啊，我之后会复学啦，我们应该遇得到了。在维修是啥小啊？那就是学校电脑在哭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啊，你这样休学，你不会被抓去当兵吗？我突然想问。我不会啊，我迎兵役啊。没事啊，等一下我下一节换到另外一间电脑教室的时候，我再下一节。你看人家笑你。他在哭你啊！好了，等一下我拿去吃，我吃个饭，拿再回来。好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下一节课换到另外一间电脑教室啊。好啊，那个甲在更新吗？我不要再叫我甲甲好不好？好、啊，要更新啊！哎、欸，破甲线。好，那我等一下上课回来，我再玩。敢滚啊！不服啊！干起来！敢滚啊！敢滚啊！好，拜拜，大家见，拜拜。我要叫外送啦，哎，林舒服。